游戏代表 LPL 赛区出征，前往2024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征战的四支战队登场。四号种子，微博 Gaming Champion。刚下台又要上来了，对，哇，这种开心的，太爽！哎，没有出同属吗？哎，还是这个白的，就是啊，这服应该是统一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哦 ，LPL 什么？哦，那就是给每个队都做了一个吗？那写的什么 ？LPL 什么 ？LPL 有个英文上面 ，Coming 哦 ，LPL 我来也。那其他队的应该不是白的吧？还是其他队的也是白的？上面还有领口，还有一个鼠标，我感觉挺帅的呀，感觉。我突然发现事情，吴青峰怎么是黑色头发？早断的，感觉黑头发强。还有这个说法，这皮肤可以。没有染发，有点影响战力。哦，就是这个白的吗？嘎子，嘎来也很不容易。打野，微微。只能说这些去世界赛的都很是。我操！他们碰到京东，肯定随便打。兄弟，李宁随便打。今年我没什么看。今年断打 BLG 一 ，Taobao 第二。对，但是这两个肯定是单打。但是 Taobao 虽然，但是 Taobao 输给微博了，就是前面的。我就是后面 BLG 肯定是断打强。是后面的，我只知道 BLG 跟 Taobao， 其他的没怎么看。但是李宁本来也就差不多。李宁就是前三了。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他是。有可能三，有可能四，有能也有可能五，但是他是就是休赛了这么久打的最好的，你上来就三比零别人，能说什么？就是你们玩的好，训练的好，备战的好。上路369，打野天，中路 cream， 哥哥，下路 Jackie。还是得黑法强。田野，啊，田野，西野，他不是教练吗？怎么顶了个中单替补？他不想占那个，就是教练名额。他正常来讲，注册选手就跟那个绿毛一样，他就给你注册个选手，你其实还是当教练，你也不可能上场。他为什么会注册选手？哦，因为每一个队伍出征世界赛都必须要有一个替补，规则里。哦，打野威，中路 Knight， 好像反派，他的脸。哎，其实你这样一看，还是这些人，只不过换了几个排列组合。对，打野熏。居然还能上吗？绿毛绝对可以，世界赛肯定绝对可以。世界赛你到时候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是，确实。赛场，小兄弟这边来打架的，你这边站满了。对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现在咱们不是打的14.5吗？世界赛14.8。对。现在14.7，八个排位数，跨了三个。一般说的。进发。罗云州打过电话给我。都是对胜利的，主要是法师版本那个贝克就出来了，贝克肯定是厉害法师。让热血在赛场上沸腾，或说法师版本对小奶油是最毒的。LPL 以无畏之姿，小奶油就是阿卡丽塞拉斯。用实力，法师版本毒发不行，让西叶上去搓两把。西叶对，拜过西叶。2024全球总
好几就是西安也被狼队被折磨。其实最对于就是 BLG 夺冠来说，我觉得最好的版本是什么，就是下路或者上路版本。上路版本吗？上路版本冰要发毛。对，冰很变态，如果上路就是啊，难过了。真的吗？难过。这里站着那么多人，打 LCK 胜率最高就是他，他都打不过，谁都打不过，他打得过。可是他跟宙斯的对战好像输多赢少。就是最好是什么？武器剑姬卡密尔那种鳄鱼战士吃刀，最好不要是那种闲的，怎么上路卡尔玛啊，在那边彗星砸你一下那种，不要那种。然后不要是船长，船长他没了呀，直接被砸。中路是最好不要，不是黑袍，是对面，就不要什么沙皇发条，就不要这玩意。然后下路拼刺刀，确实，拼刺刀是最，对于整个 LPL 来说，下路拼刺刀都是最好的。